马上帮我订一张飞上海的机票，越快越好。好的。莫总，我刚刚查了一下，最快一班飞机要5个小时之后才起飞。这个项目至关重要，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莫总，不如让我去试试吧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这是哦，这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。莫总，我已经安排好私人飞机了，现在去机场的话，马上就能起飞。私人飞机。莫总，这次出差还顺利吗？非常顺利，我比对方早到2个小时。等对方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跟陈总签好合同了。有私人飞机就是好。确实，还得谢谢人家实习生。这样，从今天起，工资给他翻3倍。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水果，大家尝一尝，甜不甜？给点意见哈。现在的实习生这么卷的吗？这么会做人，就是家庭条件太一般。你看，估计他爸妈是在老家种水果的。哎，姐，你们也吃。谢谢啊。进。莫总，我是来谢谢你的，给我涨了这么多工资。上次去上海，多亏了你才拿下这个单，给你涨工资是应该的。对了，莫总，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水果，特意给你尝尝。谢了啊。你们家水果种这么多呀？哦，我妈特别喜欢吃水果，我爸就买了10几个果园，想吃什么就种什么。啊，你爸对你妈还真挺好。对了，这是跟王氏集团的合作，你拿去完善一下。王氏集团？这是公司今年最大的项目，一定要认真对待。嗯，挺好的。莫总，您稍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嗯。喂，爸，老板说了，有个项目想跟我们谈个合作，你让经理把合同带过来给我们签了吧。